Ikirin ko, maparaway ito, no? Kakausan mo kita, sa paralan, hananay ko ini. 刚刚铺蕉叶的是我们的玉林者帮助灵洗澡的那位玉石了。那么刚刚把蕉叶铺上，那么找到了进入阴阳门的这个阴阳路。进入灵界哦，有两条路了，第一个叫做联络道，联络道非常的远，那么接近阴阳门的时候有一条阴阳路，那目前呢，他们正走在阴阳路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请拍照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镜子进入禁区哈，那个拍照的朋友，不好意思，你真的要严守这个规矩，谢谢。好，补充说明一下，跟所有的媒体记者先小姐，还有我们爱好摄影的朋友来约法三章。那我们这个祭屋前的这个禁区最外面哦，有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个补录。设出来的这个界限呢，请你务必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啊，超过这个界限，因为这个界限以内叫做禁区啊，是我们的阴阳界的位置。那么等一下呢，你会有机会走到我们里面去，但是那个是在大概9点钟之后，你开放禁区之后，你会经由中间的草地这个阴阳路来到达我们的主灵屋来献祭。Pangiha ko mua nanay hao kitaan. Ano man eh kiso misasin hao sa aman na siluma sa mitsumot itini no maparaway no niyam hao. Aman na siluma sa mitsariwa makaida. Paisin hano tawan ko ina akamu hao sa kinatatay sa pakatin ng kaku iti taan hao. Aman na siluma sa mitsumot.在鼻音的时候有表演的团队，请将你的 CD 送到音响区。在鼻音的时候有表演的部落，请将你的 CD 跟音乐送至音响区。